像小朋友如果去海边玩沙呀，拿来冲脚胶。大家好，我是 Baby， 欢迎来到 Baby 寻常 Lab 去。今天我们要前往北投的龙凤谷公园跟硫磺谷寻找泊点。这次不是泡温泉，而是探险温泉哦。这里的温泉源头可是超有名的呢。这次又是轻装出发，不知道这次的车泊能不能受得了这个硫磺的味道。目前 Baby 的频道主要在分享车泊车速的相关影片，如果对于这类型影片有兴趣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 Baby 互动。好，我们今天也是简装车泊，然后床已经在家里先铺好了才出门。好，这里是龙凤谷哦。今天这个泊点是非常有味道的一个泊点，因为它就在硫磺池旁边。我们这次呢受到小米的邀请，在车速的过程中体验他们的四款户外用品，分别是小米的手电筒，那这个是露营灯，然后小米的打气机，然后还有小米的洗车机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刚到泊点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夜冲嘛，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要先去看看水测的部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的需要一支手电筒。那这个小米的手电筒呢，按一下打开是一段灯光，然后两段灯光，三段灯光，哦，这个超级亮的。没有，等一下我们出去的时候就可以实际看看它的照明效果。这里这个部分转过来，它就变成亮，这里亮这个横杆。那亮这个横杆要干嘛呢？它这里有一个磁吸设计，它的设计非常的有巧思哦。它这个磁吸设计，它就可以吸在这边。好，我现在把辅助照明灯关掉，那就是只有这一个露营灯亮。你看它蛮亮的哦，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是，它可以吸在这边，然后它可以调整角度，因为它的那个磁铁呢是长条形的，然后它有做那个让你可以调整的，所以你磁铁吸在固定的位置，那你灯可以随自己的需求调到你想要的角度。哦，我觉得不错哎，如果你的车子是没有辅助照明灯的话，你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一个小巧思，那也可以吸在车体上。然后像这样吸在车边，你要在车边有照明的需求的话，你吸在车边也可以调整你所需要的角度。那如果车辆有什么异常的话，你可以使用这个闪红灯或者是闪绿黄灯，然后吸在车子上做一个警示。然后这一端呢很酷哦，这一端是灯，这边是灯，然后另外一边转开来，你看它这个是、哦、这个是安全带割刀，然后这个呢是车窗击破器耶。之前菲比超想要买一支车窗击破器，因为我看那个古阿莫的影片，车子落水的时候有没有需要一支车窗击破器，非常的重要。那这个就可以放在车上，你看多功能的，以备不时之需啊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个小米露营灯，按一下呢就是打开，这个旋钮呢就可以微调它的亮度。那还有左右两个按钮，左边按钮是开关，右边按钮是模式。再按一下，它会是呼吸灯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它是呼吸灯的模式。这个是烛光，好，这个是气氛灯的部分。那你放在车内使用呢，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变化，为你营造不同的气氛哦。这边呢有做一个挂钩的设计，它可以挂，让你挂在你想挂的地方。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两个人去探险，所以我们需要两只手电筒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马上就变出另外一只手电筒出来。这个旋钮打开，
它就是一个手电筒哦，开关在这里，你看，然后再按一下，它就是一个小提灯，所以它有上面有一个灯，然后底部有一个灯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一人一只手电筒去探险了。是有灯的。因为龙凤谷这边的硫磺味实在太重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到上面一点，到硫磺谷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硫磺谷哦，这边果然比较没有味道。然后刚来的时候已经有看到有一台车哦，那我们是第二台车。然后这边停车场过来这里呢，直走呢就是硫磺谷，往左边呢这里就是泡脚池的地方，那我们可以一起去探险一下。好，我们要去又要去探险了，所以要带着我们的超强手电筒。你看超远哦，然后左手边这边就有泡脚池跟厕所。在哪边？哦，这里是泡脚池。这里公厕开放时间很好。园区内还禁止饮食哦。
这边有泡脚池的开放时间哦。这个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失物招领处吧。好，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来过这里，然后忘记带东西回家的。啊，泡脚池就这样啊。哦，这个手电筒真的让探险感觉非常的心安呢。修园的时候要用厕所，就要去龙凤谷那边，就是我们刚停的第一个泊点。然后从这边走下去呢，哦，这里是观景台。啊，最远的那一台就是我们的车咯。现在目前停车场有三台车子。刚才检查水厕之后，确认硫磺谷这边的水厕晚上是没有开放的，所以我们决定回到龙凤谷这边。哎呦你妈！这个我们要往前移一点点了，因为它非常刚好的就 K 到树了。好，我们最后就决定停这里了，又回到龙凤谷这边，因为这里才有水厕，刚才硫磺谷那里没有水厕，那我们就停在第一台，然后现在这边还有几台车子，然后水厕呢就在我们的正前方这里，这边这一间就是水厕，你看，好，这么清楚就是因为用小米的手电筒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娱乐，准备了一个小平板，然后晚上就可以躺在车子里面追个剧，然后好好的睡个觉。啊，我现在把那个手电筒吸在尾门上面。Thank you.
这个水厕非常的干净哦。乌鸦鸦全部游走了，一大早就蛮多人在这边爬山呢，运动。啊，他们上岸了，他们要去哪里？哎，你们要过马路吗？你们要去哪？有人来喂饲料吗？好，我们刚刚从上面那里走下来了，这里是龙凤谷，然后我们的车子停在那边，左边呢是水厕，然后右边停车格只有几个而已，那如果这边满的话是可以停到 这边这个空地啊，不过就是离水厕稍微远一点点，然后这里的水厕真的非常的干净，昨天在整个硫磺泉的熏陶之下，然后这个是我们车子遮光遮起来的样子，就我们回到车上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把东西收一收，然后来弄个简单的早餐，泡杯咖啡，开始已经开始的美好一天。
们东西都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要继续出发。然后在出发之前呢，我们要体验一下小米的打气机。像菲比的车子呢，有安装胎压显示器，它是跟主机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我的车机它会显示目前的胎压。那如果有网友没有安装胎压显示器的话，就可以利用这一款小米的打气机，它可以直接接上去，然后量测胎压是否正常，那不足的话就可以直接帮你做打气补气的动作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胎压是29 PSI， 可是它是建议 CC 的车子胎压要补到33，所以我们现在只有29是不够的，我们现在把它补气补上去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是模式，上排是模式，然后这边是脚踏车，然后这个是摩托车，这个是汽车，然后这个是什么滑板车哦，然后这个是球，然后直接手动，这个也可以直接手动 PSI， 我们就选，我们要加到33，所以就选到33，然后直接按开始。打到33，它就自动停下来了。那我们就把它拔下来吧。然后就把它装回去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它如果插入的时候是完全断电的，然后拔开才会通电。那这里有一个电灯按钮，按开之后，这里有个小灯，可以方便你如果是要在夜间补气的时候。比较明亮，比较好操作。哎，本来想说今天早上要再去硫磺谷那边泡脚的说，结果一出那个龙凤谷，就发现外面的车子好多哦。原来是因为现在比较接近清明节了，外面已经在管制了，所以我们车子上不去。这里是关渡自然公园的自行车道哦。那在秋收的时候，它的稻田是非常的美的，大家也可以在秋天的时候过来这边看看，风景很漂亮哦。昨天在龙凤谷车宿，经过一个晚上硫磺泉的洗礼，仿佛身心灵都被净化了。可是呢，空气中弥漫了硫磺的味道，我们担心对车子的钣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。那还有我们的车子真的也蛮脏的，你看这边都可以写字了，所以想想我们还是把车子洗一洗冲一冲再回家好了。通常我们在外面如果刚好没有洗车场，自助洗车场或者是加油站的时候，我们想要洗车的时候怎么办？这时候就拿出小米洗车机，它是无线的洗车机哦。为什么变那么脏哦？因为我们上次在我们家屋顶有用过，我们拿去冲我们家屋顶围墙上的女儿墙上的那个青苔，效果还不错哦。它是用转动的方式去调节它喷出来的水压跟水力跟强度。那水源要从哪里来呢？在户外呢，要洗车，除了有小米洗车机之外，当然就是要取水啦。取水的部分我们就是直接停在溪边，找一条可以下来的小溪，然后我们刚刚就下去打水上来，打一桶水就可以稍微的把车子冲一冲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丢进我们打上来的水桶里面。这是40度的，好，那这个是20度的，水会稍微强一点。好，这也是0度的，这个是最强的 JET，
有轮胎，有上有土哎，冲一下。我们现在引擎盖上面有一个鸟大便啊，前挡玻璃那边有一些泥巴，可能是刚才喷到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用小米洗车机把它清洁一下。好，刚才用强力水柱冲完之后，用抹布就很容易把脏污擦掉了，然后擦完之后再用水稍微喷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车子的清洁呢就非常的简单，有这个小米洗车机，我们就不用受限于场地的限制了。有时候把它放在车上，像小朋友如果去海边玩沙呀，也可以用这个小米洗车机拿来冲脚胶，不用在那边排队，在那边等水龙头。好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有任何疑问都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，菲比都会看，而且都会回复哦。你们的订阅与点赞是菲比分享车博影片的最大动力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哦，稍微冲一下，擦一下，车子就变得很干净。洗完了。有，哎、欸，这边有看到哎、欸，洗车同好，洗车同好。